哎，小弟弟来做棉花糖呀？哎呀，你下去吧，你不行。小妹妹，你可以吗你？哎呦天哪，你也不行，下去吧，下去下去下去。天，猪八戒，老猪呀，你就知道吃，你会做什么棉花糖？再说白色的我最不喜欢吃了，下去。牛魔王，哎呀，跟你说我不喜欢吃白色的，你快下去吧。悟空叔叔来做，听说呀，悟空叔叔会做花朵棉花糖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嗯，我还没吃过花朵棉花糖呢，我在集上买的呀，就是有小白兔的，就是一种口味的，不好吃。哦，今天看看悟空叔叔做什么样的花朵棉花糖啊。嗯，不吃糖果了，我要给他加油，让他抓紧做，做一个超级无敌大的，给小朋友一起分着吃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点点点点点点点，我已经全都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点了没有呀？快点给悟空叔叔加油助力，让他做一个超级无敌大的，吃都吃不完。嗯，各种口味的，你看看看，花都出来了吧？哎呦天，这啥口味的？好像是芒果味，是不是？菠萝味和芒果味的，哎呦，好漂亮哎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朵棉花糖，这得加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点了没有呀？我都已经全都点了，全都点完了，快点点哟！哎，悟空叔叔说，谁给他加油就给谁吃。我点点点点点点点，我已经全都点了，看上去就好好吃哎，各种口味的，还要做吗？哎呦天哪，真的是根本吃不完，这啥口味的？苹果味的。哎呦老天哪，又漂亮又好吃，快给我